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贱则无敌。尤其是当你的另一半是个二货的时候，那可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来看下面一组情侣之间的恶作剧，简直坑爹到令人发指的地步。拿老公牙刷刷马桶，然后专门等老公刷牙的时候告诉他，这位姑娘，你的剑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，你这是要教坏多少已婚少女和未婚少妇啊。不过这招还是悠着点用，不然可能你的门或者是门牙可能被打坏哦。When she comes in here without me around, see if this works. 听说过败家老娘吗？见过败家老爷们没有？这爷们儿绝对是败家典范。诚然，你脑子很聪明，吹风手指炮这种奇葩的东西都被你造了出来。但是你为了造这个，得浪费多少卷手指啊？枪这个东西白天还是不要动的好，看后面那个猥琐男的表情就知道悲剧要发生了。人至贱则无敌呀、原剧是什么来着？还是那句话，枪这个东西白天还是不要动的好，尤其是有摄像头的时候。It's 1,000 times hotter than Tabasco sauce. It says on the. 虽然不懂英文，但是能猜出来这是超强辣椒酱一类的东西。这个禽兽每个饭团点那么多进去，吃起来很辣吧？不过我能说，我注意力在后面的绿巨人身上吗 ？Really hot. What are you doing? Are you okay? Are you okay? I didn't think it was that bad, but you did put sand in the sandwich. Wow.在人聚精会神的时候弄出一声巨响，这种老套的吓人方式还是不要用了。不是有个词叫吓出尿来吗？现在终于看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骚年，你是要被打出尿来的节奏啊。如果你依然选择小吓人，还是选这个时候吧，就算吓出尿来也没事，反正是迟早的事。家有二货老婆伤不起，尤其还是一个败家老娘们的时候。奶油很贵的，知不知道？你涂一滴肥皂，效果不是一样吗？用芝麻酱冒充便便已经是老套的伎俩了。科技总会是在发展。查了一下这个瓶子的英文，大意是带有恶臭的恶作剧喷剂，然后喷芝麻酱上，然后抹媳妇脸上。哥们儿，你这么认真注意细节，是不是大处女座 ？Oh my god! What the f*** is wrong with you? 我想他真的可能是处女座，假发的颜色都跟他媳妇儿的一模一样，怪不得会上当了。这招男女适用，想学的收藏。Did you just cut my hair, Jesse? Are you kidding me? What is wrong with you, Jesse? That's not your real hair. Oh my god, I was shaking. I was so scared. 当爱搞恶作剧的情侣上了马路，那情况可真的不妙了。不是老人变坏了，而是坏人变老了。话说这位大妈，你要是在天朝马路这么搞，会出人命的。别摸了，你难道真的不担心他会转过头来告诉你老公，或者是回摸你的老公？双胞胎常见，但两对双胞胎情侣不常见。两对双胞胎情侣合起伙来整人，就更不常见了。
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哦对，人质是水质清则无鱼，人质茶则无毒，意思是人太精明了就会没有朋友。这么想想，和人质见则无敌还有点小像呢。